安全扣环没有扣好，这个还在警察在警方单位还在做调查，因为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做好的完善的一个安全措施。哦，已经起飞了，然后呢在中间可能在调整套带的时候，然后扣环就松脱，飞出去以后呢，因为教练发现这个扣环有松脱，然后呢教练马上做一个闪避的动作，往山边尽量能够做个迫降的动作、那就在那个做这动作期间呢，真的是就只差几秒钟，没办法，他就突下去了，已经拉不住了，然后松脱下去，刚好就是降落，就是他撞击点就是刚好在产业道路上面的。事发接获一起派遣，就派遣。然后九二车人员到达现场后，发现现场有一位民众正在对患者进行 CPR。我们接手患者后，重新评估，发现患者危殴卡状态，然后我们就持续给予 CPR 及 AED 的监测，然后我们送往最近的通兵分院进行治疗。